你拿去给我。拿去给你。嗯。那不用了。还没没来陪我。没有。嗯。我们开始了是吧？我们开始了。OK。来，各位好。来，给我们二十秒的时间准备啊！我们正要开始啊！谢谢你们准时收看啊！嗨嗨，你们好！祝你们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啊！啊，星期六了啊！啊，很快啊，又一个星期六啊！来，新加坡的朋友，你们好。我们的新加坡的粉丝，几乎每一集都是 top 啊，占了 20% 啊。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现场观看的观众 20% 是新加坡的朋友。来，表弟，正式开始来。OK，OK， 表哥表姐，大家下午好，我们又见面了。来，我们看看一下，今天我要煮什么？淮梅包啊，海味包啊。那么我先介绍材料先了吗？淮梅包啊，当然我这里你还可以放海参，我没有放海参，这个鱼瓢咯，鱼瓢刚才我稍微下水一下，就是瓢这个穿烫一下。这个你有蒸水过那鱼瓢？有啊，蒸了水，我再去。你蒸水是冷水还是烧水？因为我是蒸了冷水，那么我再去烫一下，烫一下啦。对，烫一下。OK， 我们蒸的冷水大概炖多久？这个已经整个小时有了。OK， 我们蒸冷水蒸一个小时，然后我们去过水啊，烫水啊。嗯、烫水，等下我要再烫过， okay. 因为烫还再烫过一次啊。OK， 这个是这个什么？什么贝？扇贝。怎么分开呢？对，我不要这个，因为我们就不是，如果我们来去蒸的话，我们可以这样蒸。所以我觉得很好看、啊。对，蒸就很好看，但是我今天不用扇贝。你是 all in one 在一个包里面呢、啊？对，就是 all in one 在包，这个没用。那么这个手动啊，什么墨鱼仔呀？墨鱼仔啊。墨鱼仔，墨鱼仔这个叫做。那么我就刚才有稍微杀的是一个一起去，过水的烫水一下。烫水啊。当然我们放的是主小海味嘛，我们主要是海味放虾。对对。啊。当然你可以加墨，也可以加鲍鱼。啊，有鲍鱼可以鲍鱼加海参吗？可以加海参。啊，没有鲍鱼。我们是简单的嘞。啊。这个第二个是我们的宫保。宫保啊，花篮，所以我说宫保花篮吗？对，那么这个皮一定要拿掉了。我们快炒的是吧？皮一定要拿掉。这是 berry 啊，对 ，pop berry 啊，这个是花露尾的。花露啊，我这个皮不要啊，他把那个皮切掉啊。那么我们切掉，我们就不要，我们切薄片。切薄片啊，要切薄片，切薄片。OK， 来，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啊，我们要做的这第一个要做的这种方法是，我们腌这个先。腌这个先啊？对，我们腌这个先。好。这简单的腌。来，姜青，我们放姜青啊。啊，一汤匙姜。一个汤匙的姜青啊。来，下午好，谢谢你们分享啊。有时候我们简单腌啊，就是你最简单腌法就是姜青还有木薯粉哦。就是最简单的啊，我也是。当然，有时候我因为有时我们要放一点酒啊。小弟，你是剪了头发吗？这么你发现到了？没有啊，有人讲你是不是剪了头发？对，比较很顺一点啊。肯定肯定，我那个你要拿吗？我的脚拿一个剪。OK， 表弟是剪了头发。你好，走。Hello， 你们好，傍晚好啊。啊，拿料酒。OK， 料酒用完了，我们再拿料酒啊。没有。OK。换个汤匙这里，一个汤匙啊，一个汤匙，我们给一个汤匙的料酒啊，就是这样的，是有点给那肉有点所以你们可以放花雕酒啊，如果没有料酒的话、啊，那我们放一汤匙的，这是木薯粉啊，对，木薯粉，一个汤匙的木薯粉，对，就是一跟它腌了，就是腌了它有味道，那么猪肉也上了熟，这个木薯粉啊，它就是比较滑，又不会。就不会硬啊，
OK， 如果是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研究一点啊。你这个是要拉油还是什么之类吗？不要拉油，我们就用来油啊，我不要要不要拉油了，拉油大家知道，哎呀，要用很多油。OK，所以我们这次不要拉油啊。如果是拉油，你就会放蛋白的啊，是不是这样？拉油这个也不需要，不需要啊，这个不需要。哦，肉是不需要了，这不需要，不需要啊。鱼肉就要了，鱼肉香，有点灵性嘛，肉本身有灵性。OK， 所以我们这个花肉啊，是不打算拉油啦。OK， 那么这个是腌了了，我们放桌等一下来炒啊。好，那我现在做的东西，这个你看，这个是我们感谢我们的sponsor 啊，你咕嘟师傅啦。对，每一次才有一些海鲜吃啊。啊，这个你们可以上网买啊。OK， 你们可以买啊，上网买你咕嘟师傅啥 ？OK， 我头尾啊，我们这个，你看呢。颜色极美极鲜艳，这个是发亮的，把它的肠拿出来没有啦，等下拿，你等下拿，要洗一洗啊，要拿刀要小心。说它的头和尾你没有打算要切了？没有切，我就整个放下去，然后就坐上来，然后就美。OK 啊，开深一点，我们可以开深一点，切深一点啊，切深一点。说它只是把它的背部哦切、啊、切深一点，等下我们切到尾就可以了。煮的时候，它煮的时候它整个开上来就人家看到很大方啊。很大方，很大方，看起来虾比较大只啊，就是深圳。OK， 所以用刀在虾的背部啊，切到尾部就可以了。所以虾头和虾尾没有去掉啊。对，好。切深一点，它就等下它弯就好看了啊。嗯。所以你这个是虾是用来焖呢还是炸？焖的，用来焖啊。焖的，因为是这个海鲜包的关系啊。海鲜包，对啊。给全部弄了啊。好。就全部弄了。我们现在煮呢，我们先煮海鲜包好不好？好，来，现在开始，我们先煮海鲜包，因为海鲜包要焖的。所以我们先做海鲜包先啦、来，我们这里海鲜包冷掉，姜蒜米 ，OK， 这个海鲜包的配料啊，配料，就是那个 baby corn， 萝卜，这个不是荷兰豆的，荷兰豆对，荷兰豆啊，这个菇。蘑菇啊，蘑菇，然后这是什么？姜片，这是葱条还是？葱条啊，姜片蒜米一起，姜片和蒜米一起啊。对，我们要爆香它。OK， 所以我们会爆香它。对，这个就是它的料配料四样。当然你家里有主要的那个虾、啊，以海鲜主要以海鲜为主。当然这是鱼漂不是啊？鱼漂啊，所以有鱼漂就不需要鱼片啊。手动，然后这个是 scallop 是 scallop 是吧？对。对。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东西就是当然现在没有油，我们放油好不好 ？OK， 热锅了，虾冲水，洗一下虾。OK， 虾的这个那个肠啊，肠拿掉啊，肠拿掉。这个是那个我们说它的膏啊，对对，是膏来吗？对，黑色是肠啊，两只啊，这个黑色的是肠来的啊。拿掉 ，OK。那黑色的拿掉。我们可以选择拿掉膏啊。可以选择，你不要膏就拿掉了。有膏比较好吃啊。没有颜色有红色嘛，看到比较好看嘛。胆固醇的人高的话，一定要拿掉噻。要拿掉对，可以拿掉。如果你胆固醇超高的话飙高的话你可以选择不要吃虾，或者膏拿掉啦，少吃啦，不是没有讲不要吃啦。给来洗一洗，这个就是膏啊，这膏青色是膏来的青色啊，这是明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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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虾啊，这明虾英文叫什么？明 prawn， 明 prawn， 问到我有时我来问到我是好硬啊 ，OK， 来我们这里水滚了。我们去来去烫一下好不好 ？OK， 水滚了，我们穿烫一下。烫一下鱼漂。
鱼标先下去，鱼标下去先啦、啊。对 ，OK， 我们就鱼标下去先啦、啊。你鱼标已经是穿穿过一次了，为什么要穿穿两次呢？有没有 okay, 特别？第一个穿穿，我就要给它更快软一点。OK、啊。第二次的原因呢？第二的 OK， 它还是有腥味的吗？鱼条怎样？它是炸的吗？炸的是油吗？油炸片来的吗？那油就会有一些油的一个，我们就啊把它油再炸再漂上锅。穿烫过一次，把它油啊，尽量把它油弄得干，干没有油。好，这是鱼标啊。OK， 鱼标好。那你看呢、哦？我们就是这个要稍微。穿烫一下，因为表面没有腥味，对。为什么不能一起呢？要分开的。可以，因为这个可以蒸久一点。久一点啊。这个不能太久。哦，这些不能太久啦、啊。这个久了就很老了。很硬，不是老。老。也是叫老啊。哦、OK， 原因哦，他先给这个穿烫久一点，然后其他这两个呢，啊，他们烫水啊，就不会太久，不然会很硬啊。表弟，下午好，今天是我生日，观音爱呀、啊，观音爱，Say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谢谢、啊，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早上我卸一个给你，那个你去看一下，有吗？有交代一个，等一下啊，你看一下、啊。OK， 这个虾我是认为来煎一煎才能焖的，这些不要。OK， 你的虾是用来煎的噻。啊，不要烫水，不要烫水啊。啊，所以我们现在烫水海鲜啊，就是 scallop 和 sotong 啊、嗯。所以我们只是烫一下就拿上来了啦，不要太久啊，太久啊就很硬了啦。就是要。稍微烫一下 OK 了，不要太久了。诶，你是这个、啊？嗯，是，对。没有写名字。有啊，他的老公是谁来着？啊，有第二张呢？没有。有没有？你真的是没有。哎，Wendy 用啊，今天她老公生日啊，她今天去到我的小女儿的店啊，去off day， 特地去那边跟老公庆祝生日啊，看她有给我她老公名字，哎呀，我忘记跟她，我很抱歉啊，早上忙一下，Wendy 用的先生。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嗨，啊，抱歉了，我一下子啊忘记了名字。没有，有名字，一下子我就没有拍照片给你。好，那天我在谈的，嗯，就是、啊、人到中年，很多东西上忘啊，我们就跟慢点。看我们要做的东西，我就做，哎。当然我们虾可以直接，有些虾你怕有虾的腥味啊，你虾可以拿去穿烫水，虾可以穿烫水，但是如果你说这个哎虾有时你要保持原味的话，有保持虾的味道，因为海鲜嘛都有腥味，中了中你水味，那么我们就拿去煎好不好，我们就拿去煎。 OK， 所以你的虾的做法就是用来煎啊。嗯，因为这虾新鲜啊，蒜米片还有姜片我们丢下去了、哦、放少许的油来爆香它。这个
这个都可以拿去穿烫的啊，可以穿烫的。这些都可以杀水啦。杀水，我们杀水。哎，我们煎虾啊，因为要虾的味道在里面嘛。对，煎啊。虾味吗？海鲜味。一只一只放进去啊。用板吗？啊，可以啊。你板的时候也是一只一只要板啊。煎一煎啊，煎一煎啊，都也是一条一条板啊。好像我这种啊，笨手笨脚啊，我反夹一定反不到啊。我用筷子啊，筷子弄啊，筷子反。如果初学的，我建议是用筷子啊。换成一个手，要个筷子跟汤匙这样。筷子跟汤匙啊，板啊。本来我们看这里，我们丢一点啊，放点蚝油，因为我们是做好锅要轻啊。OK， 我们放点蚝油啊，一汤匙蚝油，一个汤匙的蚝油啊。爆它香，爆它一下，爆香啊！哇，香啊！其实我觉得虾用来烤啊是最香的，然后再放点盐就很香了。改天，你看我这样炒的时候，突然间改天我们虾这样来炒。我觉得干炒就好吃了。对，干煎啊，不是干炒，我们干煎啊。对，我们换一个。改天我说啊，有时我们是穷这边变这通，对。但是煮菜你煮到有一个时期的时候，你就很多东西你可以变了。来，我们放料酒啊。料酒是多少？一汤匙。一个汤匙的料酒啊。我们全部可以放下去了。Okay, 没有料酒，你可以放花雕啊。我们全部可以放下去了。好，这个先焖，先焖了。就我们的蘑菇也放下去，花椒、鱼票啊，鱼票，就是花椒配鱼票啊。OK， 我们是先放鱼票先。那么鱼票是可以耐久的是？对。OK， 我们加点水。来，我们调味。调味。调味啊。我们放一点鸡精粉啊，因为没有上汤放点。OK， 我们放一点鸡精粉啊，半汤匙的鸡精粉。少许的糖。少许的糖啊。三分之一的糖。三分之一的糖啊。茶匙的糖啊。对，三分之一的盐。三分之一的盐啊。你那个鸡精粉是多少？是茶匙还是汤匙？没有啊，半茶匙。半茶匙的鸡精粉啊，刚才。OK， 先焖一下，焖盖一盖。OK， 焖一下。所以我们这个是最后来放的，对吗？到货要货，对。OK， 我们不要放，不要一次过那么上放下去啊，不然会老啊。所谓老就是会硬啊，要粗一点啊。对。哎，有人问啊，这个是养殖场的虾子啊？啊，这个海虾来了，明虾是海虾了。明虾是海虾啊，海虾。那个 Tiger Prawn 才是养的。Tiger Prawn 还是养的。有的有那个草虾、老虎虾是养的。哇，这个哇鲜甜。我们烫点，因为现在海鲜啊，我们烫点这个不错。Seasoning。对。Sauce 啊。我们没有。多少个汤匙？一汤匙可能。一个汤匙啊。一个汤匙啊。OK， 我们是海鲜牌啊，它叫味极鲜啊。来，我们 okay, 三二一，好，打鱼了。说其他牌子如果没有这个牌子，用什么酱？你可以 Maggi 啊 ，Maggi 的。OK， 你可以用 Maggi 的那个酱啊 ，Seasoning sauce 啊。OK， 我们放一点胡椒粉下去。OK， 放一点胡椒粉啊。调味一下。调味一下。Jasmine， 这样我等一下live 过后我 message 你啊，我 pin screen 一下啊。Jasmine， 我会联络你啊 ，Thank you。
你该放货。OK， 生那个红车粉，我调个红车粉。OK， 给我们打馅啊，放一点红车粉啊，就是马铃薯粉啊，刚才。看你们，如果你要想。Okay.各位，如果你在 Shopee 买订了锅子，说你不用给我 receipt 了。你要去圣天啊，新天，你不用给我 receipt 啦。没有，我们是要你去圣，就是在 Shopee 直接有了嘛。啊，你们对 Shopee 就可以了。来，要准备个包，如果没有包怎么办呢？管啦，叫我看。下面有放蜡烛啦，可以保温啦，看到吗？哎，不错啊，可以吃一个浪漫的晚餐啊。这个海鲜的这个啊，当然如果你要吃多一点，你放住的。我每次煮东西吃刚刚好。啊，林丹，我也会联络你啊，我 print screen 了啊，谢谢你。OK， 所以我们这个就是叫海鲜包，对吗？对，放一点葱条上去。放你啊。说这个是大炒那边就可以拿吃到这样快。对，还这个是海梅包，海味包啊，海梅包啊。啊，对。那你如果是说哦，有小孩子啊，要吃要零食啊，你可以放多一点汤哦。海天产品我们在 Shopee 啊， Shopee 我们有啊，你直接上 Shopee 也写 Hard Day 就有了， Hard Day 啊。来，第二道是煮什么？第二道是煮这个花肉。花肉啊，哎，宫保，宫保啊，宫保花腩，是不是花腩啊？这个叫啊，花腩啊，宫保花腩啊。没有、哦、海鲜包，哈哈，啊，像样哦。啊，酒楼的菜啊，在家里可以煮到酒楼菜。啊，在家里煮酒楼的菜啊。啊，但是那个海鲜包成本不便宜。啊，你可以放便宜的吗？哎，那个要多少钱呢？啊，那个虾，只是虾都要四十多块了，应该。哎，这里 Maggie，她的男朋友孙子叫王继祖啊。王继祖。对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 啊，祝你生日快乐，心想事成，开开心心每一天。OK。OK， 陈子文，我 pin screen 了，我等下联络你啊。好。好。啊，最不好意思的是Wendy 用的，跟我讲他老公。Wendy 用的老公。哦，刚才我讲老公，来，现在我们在热锅当中啊。因为呢，当时我在谈这东西，也一边谈天一边。对，来加油。很有意思哦，加油这计划哦。你不是在加油吗？其实我是很要拉油了，所以我们放少少的油拉可以吗？可以了。好，但是我们既然这样子啊，每个人说哎不要这么多拉油啦。哎，这是主菜节目，不是生日费啊。OK 啦 ，Happy 啦，啊 Happy 啊。主菜我们在空间的时间，我们善用空间啊。对，你就能充实每一天。天天都听你唱歌。对啊，我这一生中最会唱的那首歌就是生日快乐歌。啊，大家 Happy 啦。啊，当然我们可以放少少的，因为怎样都是油爆油是比较那个啊，你可以放很少的油爆，用太多油。你可以放少油啊，你可以选择放少油啊。啊，当然如果你不要这么油，放少一点去煎一下也可以的。啊，我们的海鲜哪里买？我们海鲜在米咕嘟 seafood 啊，米咕嘟 seafood，OK。你要打表弟好主意那个，OK。
都我们滑肉就是这样爆香啊，就是爆香，就稍微拉拉油啦啊。油讲没有拉油，这个拉油。没有，是我是怕很少油，其实你不用不用一点点油也可以，反正我就油都倒下去了，我就顺倒下。OK， 这是象征式的拉油法。对，可以吗？可以接受吗？象征式拉拉油。可以。OK， 象征式拉油。所以我们放那个姜片和蒜米片啊。OK， 我很多人炒宫保，我怕很啊。这个辣椒啊，一般上我们买回来辣椒是其实是肮脏的。干辣椒啊，啊要洗洗一下。我们稍微洗一下，洗一下，但是不能。你我丢啊 ，OK， 我等一下联络你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表弟越煮越年轻啊！谢谢。哎，我叫大家调种味一下哦。你的火开很小啊？我要闻闻。是要开很小啊？不是，我是要叫到大家调种味。调种味啊？调种味是放在一个就是倒下去泡让它干身就可以了。我是调味啦，然后泡到干身啊。对。好。来，我们调种味的是。那因为辣椒我有记得吗？我跟大家分享过哦，辣椒炒宫保的话，我们看调种味，来酱青在哪里？酱青来，啊丢，等一下我会联络你啊丢，这是比较来，你放多少汤匙？一汤匙，一个汤匙的啊酱青，这是老出来的，老出来的不是。酱油啊，哦，酱油说的啊，生抽，生抽，头倒的是第一轮的最好的。OK， 第一个汤匙的酱青啊，对，来三这个三分之二，三分之二的糖啊，糖 ，OK， 我们加一点水好了，那叫水，加一点水啊，一点泡，啊，一个泡就可以了，一个泡啊。来那那个苦地山的那个我会 PM 你啊，半茶匙的糖，半茶匙的糖，哎不是那个半茶匙的那个 ，OK 半茶匙的糖没有啊？不是半茶匙的鸡精粉，半茶匙的鸡精粉啊， okay， 因为有要有颜色嘛，所以我们要放一个老抽啊，老抽，我们颜色我们要你要放我们可以放三个，就是这个。半汤匙的老抽，半汤匙的老抽啊，就那块够黑吗？啊，重要的是一个醋，啊，醋啊，啊，醋我们放一汤匙的醋，一汤匙的醋啊，这个是陈醋，这海天牌的陈醋，海天有五六种醋，来在这里的是啊，我们去 ，OK， 我们现在可以炒辣椒干了，小编师啊，我会联络你，没问题。OK， 关于锅的啊，好像你们的 Shopee 啦，你可以看我们之前有 post 出来的了，你们可以拉下去看啊。OK， 我们辣椒干我们放下去了啊。我们再泡多一次，来爆香一下。也要放油，那油放不多嘞。嗯。啊，油放不多啊。OK， 加一点油啊。因为这个猪肉有点油，我不要放太多油。OK， 因为猪肉有点油，所以我们不要放那么油啊。啊，秘书我会联络你。来，谢谢你们分享。什么醋啊？我们的醋是陈醋啊。OK， 我们那个花肉丢下去炒了。我们是海天牌的陈醋啊，海天牌的陈醋啊。三、二、一。OK， 来，全部酱丢下去啊。现在炒到了干身啊，炒到了干身啊。因为我只是。你可以放大葱啊下去，干下去。我看看东西很多，我放葱。好了，干身。那你看，你可以黑酱油，这个老抽可以放一点多一点可以的。OK 啊。你要更有个颜色更黑。OK。OK， 那我们放一点是黑醋，来吧，放一点吧。好，黑
黑酱油。黑酱油啊，我们放黑酱油。老抽啊，我们放一点黑酱油啊。OK， 那个 OCBC 和 Maybank 啊，都是同一个户口啊，啊，同一个人来的，两个都是六 account 来的。Maybank 是他本身的 account，OCBC 是他的公司的 account 啊，两个都可以啊。放 OCBC 啊，用 OCBC 啊。表弟 good idea training， 来，表弟 good idea training 啊 ，OCBC 也看过那个名字啊。OK。大家再看一下啊，海天牌的老醋，哎，不是陈醋 ，sorry， 陈醋啊，海天啊，来三二一，谢谢你们。来，我们再放黑酱油，更加黑一点。OK， 我们让它黑一点啦。Jojo， 等一下我。肉肉啊，等一下我会 PM 你。然后我们把那个葱条放下去啊。OK， 我们打线啊，马林出线啊。OK， 马林大哥，我会联络你啊。黑醋和陈醋一样吗？醋是一样，但是不同的味道。醋是一样不同的味道啊，也是叫也醋啊，也是属于醋啦、啊，对醋类。OK， 放一点料酒啊，就是花雕酒啊。电话我也会联络你，没问题。来，你们好，谢谢你们分享。等一下炒到干，所以我们会专心煮菜，所以那个问题我不会现场答、啊，我会私底下联络你们啊，谢谢你们。宫保花篮，宫保花篮吗？在搞到他连他的那个宫保花篮 ，OK， 宫保花篮吗？嗯，花篮片，好，啊，有点像火爆肉啊，啊，有点像火爆肉，有人讲，对，如果我们是放辣的，就火爆肉啊，啊，你把它火爆肉是。我放了嘎酱，嘎酱的名菜了，名菜了，是嘎酱吗？嘎酱，哎，是嘉颖啊，对了、啊、对了、啊，嘎酱辣痛啊，可以可以，亲，我会联络你。OK， 今天这个，锅可以用洗碗机，肯定可以啊，没问题啊。OK， 现在我们要炒的是什么？这是芥蓝啊。嗯。好像刚吃不久，芥蓝又在芥蓝了。这是芥蓝，这是什么？昨天我要去买芥蓝。OK， 我看到以为是香港芥蓝，我就买了。啊，回到车上，哎，不是哦，我要换车，哎，不是哦，这菜心看到像，啊，这菜心不懂老不老，我就哎，就要买那个。其实这个菜心应该做蚝油菜心。蚝油菜心啊。啊，这是。但是来，这是菜心啊。对，我讲到蒜蓉啊，就好像感觉到哈、啊，不是理想。OK 啊、我们不是花雕酒来的，我们是料酒。OK， 海天牌的料酒啊。如果你没有料酒，你们就放花雕酒啊。谢谢你们。介绍海天一下好不好？海天是拥有三百年的历史。好啊，它的酱料有百多种。那我们的马来西亚最近引进来的，这、就是第一手资料了，就是图，就是我们说总批化啊。他第一手进来拿到，他有拿到授权书，是海天的代理人代理商，他进了五十多种不同的酱料了、啊、酱料就好啊，还有一个咩啊，苹果醋拿了一下，有一个饮料很好喝，海天的饮料啦，来的时候我连我的孙子都抢着要喝，不是我们全家人都抢着来全家人抢着，这个是 Yes Jasmine， 等一下会联络你啊，这个苹果醋你还可以捡回爱果醋啊，哎，你不可以讲捡回，人家收不下来OK、啊、这个是苹果醋啊，卖到断货啊，那么听说二十多号我就会有货，二十多号 OK， 现在我们要烫那个撒那个菜啊，撒所以我们滚了水啊，我们就放点油啊，放油给菜是保湿啊，吹花弄，别让我联络你啊，谢谢你啊，我会联系你啊。
OK， 海天的酱料啊，你们可以在 Shopee 买啊， Shopee 有卖啊。待会我们会送一个 link 给那个，就是送一个 link。很多人是问你讲哪里去订购这个果，这果啊，你要 share 那个 link 啊。OK， 等一下我们吃点先。OK， 我们吃点会 share 那个 link 出来、啊。把整个果的一个 information 全部写出来。OK， 大家很多人问到这个。所以我们不要烫到它那个，只是烫软烧一个。所以现在其实这个菜应该是要来炒火油菜上的两滴哦。火油菜上吗？但是现在要做的东西，我讲到要蒜米，就我们就总烧蒜米。OK。啊。所以我们只是穿烫一下就可以了。蒜米不，我们讲来一样的，我们。然后炒菜啊，放料酒是特别不同的。一个汤匙的料酒啊，没有你就放花雕啊。因为这个是，蒜米就青的嘛，就，几乎都清炒了。这个分量我们要，三分之二茶匙。三分之二茶匙啊。对，我们换，啊，半汤匙的汤，半汤匙的汤。半茶匙。半茶匙的汤啊。我们做一茶匙的。一茶匙的鸡精粉、啊、好，所以我们调种味啊，调种味来炒一块，因为这菜不能炒太久，炒太久它熟，菜心啊太过熟的话呢就老了，就好像啊，哈爹啊，我们的海天英文名叫哈爹啊 ，HADAY 啊。OK， 这是菜的那个酱汁啊。OK， 可以。大家放心，等一下我们会 share 那个锅的 information， 还有那个 link， 所以你们有兴趣，你们可以订购 pre-order 啊。所以我们 pre-order 是 up to 30天的 working day 啊，三十天的 working day 内啊，可以送到。Okay.OK， 这样我们 OK， 爹阿秀啊，我会联络你，做蒜米爆香啊。菜心放下去，来酱料。来，我们现在放那个马铃薯粉啊，勾芡啊。来，再来勾芡啊。OK， 不好意思啊，苹果醋卖完了，等20多号再进货啊。新加坡的 Shopee 没有啊？新加坡的 Shopee 没有。没有啊，所以啊，正在安排着，而且它的海这个海天的酱啊，真的不贵啊，便宜，几块钱的很多，是很多几块钱。为什么一条一条这样放呢？美感。哎呀，昨天你看见你妹妹做东西吗？啊。啊，今天晚上有深夜厨房啊。OK。今天晚上深夜厨房。有人说要求10:30。OK，Jenny， 我会联络你，放心。OK， 请记得收看我们的11点的深夜厨房啊，今晚11点啊。Hard day， 海天啊。等一下我们切一个海天的 link 给大家。好。介绍海天一下。Beloved 啊，我们会share 我们的。所有的 ingredient 啊，我这个精粮啊，所以你晚上你等一下啊。这个是煮菜的平台，不是生日的平台啊，没有错。So 我们是开心的平台，开心啦，开心的平台啊，不要做了。下次你唱歌唱短一点，我就短吗？所以我就、表弟的手还有力哦。
蒜蓉，蒜蓉多一点更好。蒜蓉菜心，来修一下你老鼠一下，人家讲你有力，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的。哇，你看做小丑啊都要啊。啊，小了一点。小了一点啦，是啊，人瘦这样啊。人瘦啊。嗯，来。来你出去先。哇。来。所以这个是海味包。海味包啊。啊你看。有虾。有鱼标。这个海味。鱼标啊，这个有手刀，还有 scallop， 还有梅布啊，还有蘑菇啊，嗯。OK， 第二道菜我们看一下是啊，宫保花腩啊，花腩，宫保花腩、啊，你可以放一点大葱下去，刚才有大葱，有大葱我没有放，啊，因为我看到葱很多。OK， 你们放心啊，海天蒸啊、进入新加坡市场啊，要再谈这啊。OK， 来，接下来的时候啊，蒜蓉菜心啊，对，蒜蓉菜心啊。OK， 所以我们今天的三道菜啊 ，OK， 三个 dish 啊。来，生松有卖，对，新加坡的生松有卖，对，但是他们的货不足。OK， 很开心，我们今天又完成了三道菜，对不对？我们这时候我打算是每一期至少有两样菜都不曾煮过的，啊，那么要大家给我一些灵感，你们要什么菜？你们说 advice 要什么菜？建议煮什么菜？我去参考，我去煮，我去写，啊，我不是名厨啊，在这里讲我是不是名厨？我23年离开厨艺界了，我23年呢、啊，没有再脱离厨艺界。我现在我感谢大家，让我找回一些灵感，让我有机会去学习，去看人家如何煮，上 YouTube 找，对，啊，请教别人，包括尤其是这个福州菜，我不曾煮过的福州菜，啊，去找福州菜的老板，对，我是找福州老板啊，这个哦真的是啊，很感恩他，又送我啊，送我啊酒，真的很感啊。那这里呢，还是谢谢大家哈、哦，让我们的节目越做越好，哦，我们还会继续做到，尤其是深夜厨房，今天晚上的11点深夜厨房，如果你不曾参与的话，我们这今天是第4集，今天煮什么？韩国菜我知道，今天煮韩国吗？不吃。韩国年糕，我女儿很会煮韩国菜了，我、哦、小女儿很会煮韩国菜了，大家一定要学习。啊，看他怎样去做，用他最简单的方法做了。好、啊，那么我们今天晚上11点我们再见面，好不好？啊，明天5点半，记得明天是猪脚醋，之前我煮过吧，现在我用海天的醋来教大家如何去调海天的醋，让跟那个味道更合味。好、啊，明天5点半我们准时见。